真系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小弟甘拜下风。嚟，大家鉴赏一下。佢夺我家田，我阿爷同佢反面，得惨被佢一棍来打扁。我阿嫲闹佢欺善，更被佢捉了去唐府，强奸了一百遍一百遍，最后仲原谅自杀，惨无边。佢还将个父子逐出了家园，流落到江边。我为求养老父，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。点知个唐伯虎佢实在太阴险，知道此情形，竟派人来暗算，把我父子狂殴在市前。小人身壮健，残命得流传。可怜老父嘅魂归天，知恩根难填。为求壮老父，唯有卖身为奴金作贱。一面勤赚钱，我一面读书篇。八十不功明显，手印仇人意志坚。从此唐人施袭半身癫，我永记此仇不共戴天。忍不住要赞佢，唔得，我唔可以表露出嚟嘅。但系呢种感觉真系令人有如腾云驾雾一样。佢咁感人肺腑嘅自白，居然用到调皮鬼马嘅数白榄形式嚟表达，再加上节奏感强劲嘅敲击乐作为结尾，真系听到我高潮一浪接一浪啊！系啊，佢嗰种汹涌澎湃嘅创作力，就好似多春雨体内嘅春一样，成千上万源源不断啊！冇错，我就系嗰条多春雨，我而家充满力量啦！多谢你啊，锦儿七，仲未够感人？睇我表演啊！你哋点解食完饭一定要屙屎，屙完屎仲系要吻？细佬，扑你个街啦！哎呀，大佬你都臭，我同你死过。为咗走去兄弟都冇情讲。顺利过关，成为书童。嘿，你大我啊！哇！我左边龙，右边虎，老牛在腰间，龙头在心口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好。啊！老师你做咩啊？要石榴，你带佢入柴房，好好看管，任你处置。谢夫人赏赐。喂，你想点啊？带佢入去。吓！喂喂，唔好搞啊！我男仔嚟噶。将我面挨埋嚟，啱啦，乖啊，忍无可忍，明仔，我嚟啦，有人啊，喂。招咗边位？咩？赵元家想扮严吉咁话咯喎。我唐伯虎一介斯文人，你讲乜嘢？你正话扯到咁准吓？喂，头先冇人系扯到准啫，而家有我有咩啫？呢一世要同你玩翻一铺美女与野兽。原来唐伯虎系个咁嘅人，华安都比佢好得多。过奖啦，走啊姐！你点会喺度噶？我嚟夹嘢嘅啫，你呢？我都系。哦，咁一齐。哇！呢招精彩啊！睇睇，哎呀！啊！老虎唔发威，你当我冇到？有，醒多仔啊！波多都有啊！李豪画一幅凤凰奥尔图俾王爷欣赏啊！好，我就睇下你点样画神鸟凤凰，好过我幅孔雀。如果你画得唔好，你小命不保啊！
唐伯虎，你仲唔快啲话？吓！大功告成。嗱，你只神鸟凤凰啊！我话俾你知，头先你饮嗰啲深茶，我已经落咗天下第一奇毒，一一含包散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天下第一奇毒，几时轮到你哋一日含包散？应该系我哋唐家嘅含笑半步钉至啱。废话，我哋一日含包散系用七种唔同嘅毒虫，再加埋鹤顶红提炼七七四十九日而成，无色无味，杀人于无影无踪。我哋含笑半步钉系用蜂蜜、川贝、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，无需冷藏，亦不含防腐剂，除咗毒性猛烈之外，味道仲好好添。吃了一日含包散的人，一日之内会武功全失，经脉逆流，胡思乱想，以致走火入魔，最后会含包散而死的。没错，而吃了含笑半步钉的朋友，顾名思义是不能行前半步或者面露笑容，否则亦会全身爆炸而死，实在是居家旅行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。是呢，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呢？哈，这位老闆你有运啊，我这里刚刚就有一粒。这粒烂东西劲得过我的粒。失礼，普天之下我粒最劲。讲嘢啊，讲到会转弯都得的。不信啊，够胆拍一粒试下。你看色我不敢拍是吧？就是看色你不敢拍。我就拍给你看。拍。拍咪拍咯。拍。你个死仔啊。来拍啊。拍。够姜你拍啦，冇姜你啊。睇住嚟。来快点。你当我白痴啊，戆居啊，拍一啦。